你今天是不是去残杀了？怎么黑了？啊？你有没有想爸爸？想不想？想妈妈吗？顶你个肺！怎么了？还要拍呀？别说。干嘛？拍呀？拍什么？拍他。不知道今天玩的是什么东西。哦，石头啊，石头不能拍的，不然手中会沾脏，也会受伤。啊啊！啊，好，拍这个，好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因为我们一起回火山那个。都红冰的，有你真好了吗？大自然的搬运工，非常搬运工。走了，上车，你跳下去，宝宝就抱你，来吧。跳下去，啊，拿，哇，厉害哦！啊，厉害厉害！上车上车。要把它怎么送它送到山？宝宝，坐好。啊，这里面还有猪肉。你要拍照片啊，妈妈拍照。乐宝说要拍照。好。怎么找背的？某这个有没有？某下一个。放弃了，点一下芝麻。你吃哪给吗？这样子啊，没有，全部被你拿过了，是不是？这里的背都是他吃的。你是海豹吗，乐宝？好吃吗？一口一口鸡肉，一口一口鸡肉，给爸爸看看你的勇气。怎么吃的？呀呀，要把那个汁喝完了，鸡肉都没吃完了。你这样不行的，爸爸要瘦多了。你吃。加油！早上，去加油！好，去吧。Hello， 爸爸，拜拜，爸爸妈妈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去吧。好了，哇，非常棒，去，加油！哎，收到你个点心了。拜拜，去吧，爸爸。
瑞瑞是谁？瑞瑞。他懂了吗？啊，这个同学你认识吗？你又认识啊？这么厉害，你哥哥你都认识啊？这个是你同学吗？怎么好像没有见过？闷闷，闷闷呐。闷闷。哦，我们关掉了。你今天是不是去玩啦？妈妈见到你坐巴士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太重了、啊，那我拿吧。拿去哪里啊？妈妈，妈妈，我拿去修。我妈拿去修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你吃饭。好不好吃？不好吃，那给我吧。好吃啊？嗯。吹吹热了吗？还热吗？你可以拿叉叉，你可以拿手手。这个手是妈妈重新拿过。你想喝水是不是？妈妈去拿，那你拿这些。嗯。好吃不？那你怎么修啊？能不能修啊？不能修啊？修啊！切切切切呀、啊，去玩吧。